一二，Bro， 我们两个绑了，所以一定要一起进来。我说，我肯定选定你了。我很喜欢你，我希望你加入我的队，但选择你自己选择，但我肯定要定你了，你要定你了。选不选我不重要，这起码我把我的心意先抛出去，不然的话，人家一辈子不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。你先帮外头，管我管哪里？走，你还要去？啊？我真的不用，我陪你去。我也没有。对。接下来，请第一轮开放房间的四位选手 ：Boris、苏恋雅、雷小阳、泰迪，对着摄像机说出你们想要加入战队的队长的名字。我想选择的队长是张一星。王一博队长，我选择加入加尔队长。Boris 成功加入张艺兴战队，哦，雷小阳成功加入王嘉尔战队，苏恋雅成功加入钟汉良战队。一，跟随直觉；二，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真的有信物在，虽然我的能力也不是非常足，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帮助他，所以我选的是钟汉良队长。泰迪待定。我还你发呆，太棒了，这个戏目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谢谢信任，谢谢，真的棒。这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手链，哦，你戴的就是我的人了啊，哦，锁 lock， 谢谢。第二轮开放的房间分别是11号，嗯，小鸡，我真的是我，51号 Apple。47号 KK 王小可，6号电门。哦，哇，如果电门跟藤仔有一个能进来我这儿是最好，但是我希望是两个都来，这样的话他们 popping 就会有对角嘛，那么在舞台展现过程中间会更有力嘛，但不可能，肯定不可能都过来吧，不可能吧，应该。这一轮由于在你画我猜环节中王嘉尔队长和王一博队长不幸失利，所以你们本轮的惩罚是两人必须戴上特殊眼镜一起行动，另外两位队长游戏获胜可以免于惩罚。接下来请导演为王嘉尔队长和王一博队长戴上眼镜。 What？ 要这样走路啊？对，一定要一起戴上。哎，你 OK 吗？哎，往这边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个太狠了，我的天！哎，但我们也可以这样吧？不行！为什么呢？戴眼镜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对着眼睛戴呢？对啊，戴眼镜有独特方法。对啊，你们没有要求要对着我们戴啊，对吧？哎，这样走不了路哎。可以。哎，我这样可以。哎，我这样可以，我看得见，我可以。小火车来了。然后等会儿你去的时候，你在前面。啊，这样交换可以吧？好，可以吧？好，你想去哪里？你一开始。好，我先去店门。店门。哎，店门，大家都要去店门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也要去店门。快！店门，店门在哪里？六十，好，六十几对。快！六，哦，嗨，快！哎呀，慢了，只能一个人哦，那我们去一下小鸡，怎么样？好，小鸡 ，go。几号来着？在这里。好，来，三，等会儿，我这样带，3、2、1进去。好，停。
有，有。终于等到你。那个什么，我到这里被惩罚了。啊，你看是这样子。你们这组合挺别致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要来跟你说呢，你知道每一轮只能给一条毛巾。嗯。我肯定要你，肯定要你。嗯。但是这一轮还有其他人。嗯。所以说。我先代替。其实鞋带呢，在滑板圈，同时在街舞圈也基本上是通用，就是有的人会用鞋带绑裤子，当做皮带。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等我，我希望你能等我。你是认真的吗？认真的。小鸡哥，啊，认真的，相信一博。OK。相信我，你要等我。OK。OK， 你一定要等我，我肯定会选你。我希望你能等我，你相信我，你要等我，你一定要等我，我肯定要你，你要等我 ，OK。OK， don't say so much。OK。OK。OK。你要等我。OK。OK。完全没问题。等会别人给你毛巾，你也不要去。hold 住。hold 住。hold 住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行， okay. 我就跟你编排搞笑作品。我就是为了这一点 ，OK OK， 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好，辛苦了，好嘞 ，OK， 我来，你要去哦，我要去，来，我换 ，K， 王小可，哇，后面男人有发现 ，OK 吗 ？OK， 王小可在哪边啊？47，哇，好远哦。我再受一个惩罚，我换后面啊。KK 呢，他也是非常全能，然后加上他自己本来比较擅长的舞种，也跳得非常好。我觉得我不也不多说了，我这个我直接放了，相信你的。嗯，没问题。但选择是你自己选，但是我选定你了。OK。有很多 OG， 很多江湖上很有地位很厉害的老师们在，但我相信他们之前也有年轻过，不是说年轻就不行了，他们最需要的是有人在旁边跟他们说，嘿，你可以，你上。所以我选择了那些我相信的那些人。哇，很顺的，我们走的。对哦。哟，我来了，我转一转，三二一，我肯定会来。五，会想我吗？没不，你是懂我对不对？对。会想我吗？我把毛巾挂上。我跟你说我作品的需求，我就是要 old school， 我要 hip hop， 我要 popping， 我希望 popping 跟 hip hop 有融合， hip hop 有融合。有想法吗？有。就是已经很欧式了，构架好了。对，没有，太好笑了！你看他加尔的表情了。我把毛巾挂上。OK。OK。本轮队长选择完毕，接下来请四个开放房间的选手。说出你们想要加入战队队长的名字。我的选择是王一博队长。王嘉尔，嘉尔，张艺兴。哎，现在就是在想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他们也很纠结，他们可能要想个三分钟。本轮共有两位选手配对成功，恭喜 KK 王小可成功加入王嘉尔战队，恭喜电门成功加入王一博战队。我的选择是王一博，一博队长。这个悄悄话也是醉了。哎，一星
就我也很喜欢异性嘛，就我觉得一博而已。一波赢了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小鸡 Apple 本轮待定。没事没事。哦，那抛屏就相当尴尬啊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讲。